接近下班尖峰时刻的板桥街头，人车都非常的多。穿梭在人群中，这一群蓝天白云身影格外引人注目。只要有人停下脚步，职工们就会上前解说。因为我知道他会想要这份传单，因为他有在注意那个牌子啊，我就看他眼睛在看，所以我知道他有需要，我就问他要不要，他就啊，这是多了一份希望。人的生命都是瞬间的，那在瞬间之前，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、救人一命，甚至是说让生命再继续延续，是件非常美好的事。为邀约更多热血民众参与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建档，板桥区志工花了五天时间在街头进行宣导，不少年轻民众都很有意愿。可以帮助到别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多多跟其他同学宣传，或是跟我的家人宣传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，可以多救一点人。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呢，让更多人，因为我们是集合很多人举牌，然后穿着我们的捐赠的这个背心哈，救人一命无损己身的这个背心，然后宣导骨髓，啊，让更多人看到，是觉得应该有宣导、有宣传到这个效果。这场验血建档活动这周末24号将在慈济板桥园区进行，届时也欢迎更多符合捐赠资格的热血青年一起加入救人的行列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吴佑玲、徐世贤、李达玲台北报道。